这里是全国唯一的毛囊族自治县，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这里就是我的家乡环江。大家好，我是中共环江毛囊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黄永彪，很高兴向大家推介美丽神奇的适宜环江多彩毛囊。环江民族文化古朴绚丽，环江是毛囊族发祥地，至今还保留着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分龙节是毛囊族最古老最盛大的节日，也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还愿仪式肥套是我们最原始的风俗之一，包含了挪歌、挪舞、挪戏等多种艺术元素。花竹帽是我们的竹宝，工艺精湛，独具特色，象征着爱情、吉祥和幸福。目前肥套和花竹帽编织技艺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毛囊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如果您到毛囊山乡做客，一进门我们就会献上迎客歌，敬上三杯酒，席间还有敬酒歌、行酒令，让您开怀畅饮。分别时一首留客歌会让您依依不舍，回味悠长。毛囊族传统民族体育活动铜鼎、铜杯、铜田等精彩绝伦，水上芭蕾、独竹漂，惊险刺激，给您全新的感官体验。近年来毛囊族文化艺术多次应邀到德国、美国、泰国等国家演出。环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这里拥有全世界同纬度地区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是广西的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这里有集生态、漂流、古道穿越于一体的木嫩喀斯特景区，有集地质和动植物科考、溶洞观光为一体的文雅天坑群，有掩映在幽谷密林间堪称瀑布博物馆的牛角寨瀑布群，有颇具长江三峡漓江风韵的长美中州河，有起伏延绵数千里的朝阁万亩高山草甸，还有夏南古墓群、明伦、北宋牌坊等名胜古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环江还拥有木嫩和九万山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覆盖率啊高达74%。置身环江犹如飞鸟隐身山林，尽享大自然的恩赐。环江美食名扬四方，香猪、香牛、香鸭、香米、香菇等五香和环江菜牛最负盛名。民间有不吃环江香猪不食人间美味，吃块菜牛肉赛过活神仙的说法。环江香猪属中国珍稀品种，自明朝以来啊就是朝廷贡品。环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香猪美食之乡。回顾过去，不忘初心，展望未来，砥砺前行，我们将坚定不移地
向河池中心城区、向世界遗产地荔波、向山水名城桂林靠拢，坚定不移地融入南宁贵阳一小时经济圈，融入巴马长盛养生国际旅游区经济圈，融入桂黔世界遗产大旅游经济圈，奋力建设生态宜居、休闲养生、文化绚丽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四以环江，多彩毛南，朋友们，这里是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地，我们唱着山歌柳郎咧等你来。中国物美，让万物开口说话。